啊，你准啥物合作南青这个点？哦，乌白相啊，乌白相。男人的天性啊，那看会较黄白。赛后之后复盘，我自己会觉得说，哦，我好厉害，有这个想法可以下出这一步棋。如果你的儿子将来说，老爸，我将来要当一个漫画家，那这时候你的感觉会是怎样子？有些囡啊，我替他去做阿公。哦，我觉得做创作有时候是在满足自己，先满足自己，然后觉得观众应该也会喜欢这样。对，必须要画出非常非常大量的图，才有可能在那么偶然的瞬间抓到一刻你的巅峰的状态。这好像跟下棋还蛮类似的。